看看，他不敢，你看看，一坐车就这个都不敢那个动弹，啊，就像磁构了似的。看看买的这大粒盐。哎呀，这盐还挺细的呢，真好。哇，这个有一点儿到这儿啊，到这儿，嗯，裂了要，嗯，裂味儿，裂味儿没事儿，都是老高实验上都不用的，嗯，这个洗差不多就行了哈，把泥头掉哈，这个先洗一下再给它切了呗，嗯，没事，切跟咱们那么切生菜是一样的。啊，就先给它切好了，之后再腌上。嗯，吃起来就不用那啥，不用切了，切了就捞出去就捞出来就吃。这个切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那个啥都腌了哈。对。怎么非得都要吃酸菜呢啊，哦，那南方人不吃酸菜，谁发明的？咱北方人，你看就北方人吃酸菜，像南方也有吃的呀，吃的也不像咱们这边这么邪乎是吗？对，咱们这北方你看就是冬天它以酸菜为主的，有肉你吃不吃啊？哎呀妈呀，哎，这儿一个锅，哎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这儿一个，快点，哎，这儿，哎呀，这紫色好看，这儿这儿，嗯，这是雪粘头啊，对，你爸不用洗了，你要你穿不湿，你要洗吧，睡熟，雪熟就愿意睡觉，那玩意儿什么？一天你爸一天都能睡好几觉，就这样是最不好的，他这个年龄这样的。献血就不行吗？可以呀，啊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啊。我还差一次献血，你还差一次啊？差一次好像是终身免费那个用。你是一共差一次，应该是多少期间？献三次吧？不对，献五次好像是。不是说几次，他按一年只能献一次。对，一年一次。我已经献了四年了，好像，就这回家了没再献。他这个怎么着？他这个有，他这号称你这回充100期，或者下回充200期，这段是有数的。嗯，400，现在都400。现在都400了。对，200是少的，完事儿了呗。没事了。还得整点热水啊。这个今天就不添了吧。啊，就这样就行了。这样凉了，下下再添。这个里面不能搁带油的水，带油的水就该烂了。你说这么点都不死心哈？盐最沉了。为啥要压这个呀？上面要搁石头呢，哦，上面要搁石头，嗯，好，就这样，慢点，对，必须得慢点，那得多大的劲儿啊，玩把缸都玩出来，他这就是早没有寸劲儿，对，这玩意儿就是个技巧，并不是说他用多大力气去做啥的，以后练一练，一只手拎着缸就走，能Oh my god！ 沉呐！那下身就吸不出来了。你们这英语学的不错，我都没听明白。能垫吗？嗯，摘呗，好看。高小石头，一下省得往起飘。要不你单独高一个石头，压这头那头就摘不就起来。哎呀，华，你这有点太大了哈，哦。那没能压进去啊。实际上就不应该压了，知道吧？这样就行了。这压这酸菜时间长就那个就扁掉了，对，就皮肉了。就是，
就这样就行了，只要它招着水就行。嗯，这个要是缺这个甲沟好，它就下去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拿搅动机给赶下去。这是大理石能赶下去吗？能，搅动机啥都赶。哎，要是能的话，慢慢的那个甲给去掉，真挺好的。哪变色了？你看看，现在成酸什么色了？酸菜色了。这就成酸菜的颜色，你看看这个颜色。还有多长时间能吃啊？咱这戒烟几天了？有十天吗？没有。那怎么还得二的？没有一个礼拜吧。这个水是不是杀手啊？现在不杀手。现在不杀手。你闻着酸味了吧？有一点。对，在二里边差不多了。嗯，这放了一个小石头来着。这酸菜还有二天就能吃了，这就新腌了一缸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